撳。所以咧，其實我係想將佢拉向上，咁你留意我只腳啦，大家可以望到我只腳啦。我只腳咧呢個姿勢上咧，其實我可以做好多嘢嘅。咁我可以譬如我的起佢嘅時候咧，我的起到我解就咁樣夾起佢推起佢啦。我可以做到幾個姿勢上，我可以咁樣去推向下，可以推向上，可以推向左向右 ，right？ 然後我的起佢 ，right？ 咁我咧可以推向上之後，我呢度可以攬住咗只腳嘅。我一路攬上嘅時候咧，我可以攬到佢咧，佢嗰個即係耳仔側邊嗰個攬住人哋 ，right？我繼續滴啦，咁佢好難掙扎咧。咁我而家呢個左手咧就好緊要啦，要支撐喺佢哋下。可能用 elbow 先咧，我手掌咁樣 elbow 噶。咁我而家就可以用 elbow 先，將佢推翻開少少咁先。今次就可以將推翻落少少。咁佢又撐大咗好一字馬個感覺咁嘅，擘大咗佢佢髋關節個胯個位置。咁我而家撳住地下嘅時候咧，佢而家個佢有 pressure 係咪啊？喺呢度係嘛？佢 feel 到 pressure， 佢就一條筋在轉，即係我可以咁夾翻。咁我壓住咗只腳先。啊！我吸住個大髀啊，或者嗰個屎忽啦，然之後諗辦法要 hold 住呢度，穿緊佢，頂翻住佢。OK， 我再做一次。咁首先一開始可能俾人係一個 half guard 嘅 right， 咁跟住之後咧，甚至乎我 even 我係 C 加又好，或者甚至乎佢本身差唔多中嘅 half guard 位置咁啦。OK， 呢個位置，咁我就想將呢個注意位扣呢個落去。扣實咗先，勾住 ，OK， 盡量唔想俾佢走嘅，佢腰佢只腳咁走，例如佢想喐佢自己遊嘅嗰啲，盡量俾佢走。然之後我就盡量想坐，甚至我用吸推佢咪，係推佢。咁我腰係咪有個勒？我咧好似咁樣攬住，我咧咁勒住佢，我咧用手撐喺度夾住佢，壓住。而家都好難走啦，因為控制咗位佢，攬住嚟，壓不住啊，要。真係咁講 ，OK。